有人说 Hip Hop 已死，但也许在中国它从来就没有活过。有些事情别人不懂，你也懒得去解释，因为说了他们也不会明白，而你选择在这黑暗中一直走，你发现你身边还有其他的人，你们都相信只要继续走下去，前方一定会有光。就像黄金年代那张专辑里说的，如果没人跟得起舞，我们怎么革命？